好，各位同学，这个是诶十、欸、月十十七号啊，十月十七号的这个诶、欸、近代物理的第一个单元哈，第一个单元。那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诶、欸、上课的时间啊，会全部都用在这个相对论哈的这个讨论里头，好，相对论的讨论里，尤其是它是这个动量跟能量，好，动量跟能量。<coughs> 那我们上。 在那个呃、欸、上个礼拜很可惜是呃碰到台风哈、哦，所以跳过了一一一一段哈、哦，啊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所讲的内容哈、哦，呃我们上一次所介绍的内容是这个。 哎，不记得也也不见得有太大的关系哈，你可以等一下直接从后面这边开始听起，因为呢，只要你能够接受这个呃相对论里面的这个动量跟能量都有新的一个定义哈，p 呢是等于啊 m u 除以根号的一减掉 c 平方分之 u 平方。 而一、e、呢是等于 m c 平方除以根号的一减掉 c 平方分之 u 平方，只要你能够接受从这两个呃观念开始啊、哦，那上一次我们当然是花了一些时间来推导为什么这个相对论的这个呃动量跟能量呢，呃会是长得像这个样子哈、哦，呃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你使用这两个定义了，也这个两个新的定义来计算，那么动量守恒呢在。 原来的，在一个静止的观察者跟这样一个移动的观察者看起来呢，就都会是对的哈。这个是诶诶、哎哎，我们所介绍的那个教科书上面，它就真实的用这个两个情境。再一次，这个呢是 before after，然后呢是在静止的坐标系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运动，然后这个是咳咳 before。 After，然后呢是在一个移动跟着左边的这个球一起移动的坐标系里面来看同样的这个现象。上一次我们说过呢，如果你还是沿用旧的这个牛顿的这个诶、哎、定义的话，那么在诶、哎、静止的这个坐标系看到的这个诶诶、哎哎、动量守是守恒，在这个移动的坐标系看到了就不会是守恒，好就不会是守恒。 但是呢，你如果用新的这个定义，哈、啊，这个这个很细节的这个推导，就是在秀给你看说，说如果你用刚刚讲的这个新的这个推导，这个新的定义的话，那么在。 两个坐标系动量守恒呢，就都还会是对的哈，都还会是对的。那我们有在课堂上一次，哎，上两个礼拜前的课堂上面呢，啊，介绍了一个更加优雅的一个推导。好，那这个推导的这个，呃、哎，你当然也可以整个跳过去，就就是记得哈，牛顿的，哎，相对相对论的这个。但你如果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尾有兴趣啊，可以稍微看一下中间的这一段哈，中间的这一段，当然在数学上会比较枯燥一点哈，因为我们事实上是在证明一个数学问题嘛，就是。 说再一次，好、哦，如果是这样子定义的话，那么哎，动量守恒、能量守恒，在在新的坐标系、旧坐标系都会是一样，这是一个数学，好、哦，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推导上面会稍微比较复杂一些些，好，好，你如果觉得这个很烦你、啊、就跳过去也无太大所谓，哈、哦，也无无太大所谓。但如果真的有点兴趣的话，我们其实用到了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概念，啊、哦，这个概念呢，就是这个 c 平方减 t 乘上 t 平方。 减掉 x 平方的这一个组合，很奇妙的是，在不同的坐标系看起来都会是一样的。OK，好，这里是一个小小的证明，你可以很容易的就可以发落。OK，好，所以 c 平方 t 平方减掉 x 平方这个量，在每一个惯性坐标系量起来都是一样。好、哦，所以呢，当然就非常非常的好有趣哈、哦。所以呢，我们给了它一个特别的名字呢，就把它叫做套，好，就把它叫做套。 当然，诶、欸，如果现在你想最直接的切入这一个量，好，它的这个数学的感觉、物理的感觉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这个内积，就是一个向量的这个长度。只是呢，一般我们所习惯的向我们的这个向量的定义，是所平诶、欸、分量的平方，然后全部把它加在一起。但是呢，这个特别的这个组合呢，是需要因为因为这个这个这个诶。欸 时间跟空间毕竟不是一般的这个这这个、这个、这个向量啊，所以呢，它它必须要有一个负号，它是 t 的平方减掉 x 平方减掉 y 的平方减掉 z 的平方，OK，好，是这样一个组合啊，我们把。 我们发现呢，它事实上是诶诶、欸欸、不变的。好，我们发现它是不变的。OK，好，那这当然有一个诶、欸、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一个一个定一个一一个物理的意义可以 show 给大家看，那就是如果你把这个 delta t 跟 delta x。 用同样的这个组合来看的话，那么它的 Delta tau 其实呢就是一个移动的时钟啊，移动时钟，它自己带了一个时钟，它所量到的这个时间啊，你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介绍。不过这个我们不见得用得到，你可以把它跳过去。但是啊，那这这一这一这一段呢是有关于这个 tau 它的这一个物理的定义的一些介绍。但是真的有用的是在最后的这一段啊，如果我们把这个 涛呢，把它应用在一个粒子的运动上面哈，因为不要忘记了，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一颗一颗粒子它的这个能量跟动量哈，所以呢，我如果把它运用到一颗粒子的运动的话，那么这个粒子的运动它有位移，它有时间间隔，我也可以拿拿它来算这个 delta t a 我会发现 delta t 跟 delta t a 之间。 事实上呢，是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比例，OK，好，是 delta t，事实上等于 delta t 乘上根号的 c 一、e、减掉 c 平方分之 u 平方，好，这个推导在这个地方非常的容易。那那你立刻就发现这个关键的这个根号，其实呢就是在我们的公式里头新的定义底下的这个部分，OK。 所以呢，如果这个底下的这个，那你不要忘记了，这个 u 呢其实是 delta x 除以 delta t，而你的这个 factor 呢就是 delta t 跟 delta 套之间的比例。因此，我们的结论就是，我的这个新的定义其实就是 delta x 除以 delta 套。T, OK，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还是在算动量，跟旧的定义没有太大的差别，它还是 m 乘上位移。 除以时间，只是现在这个时间我们用 delta t 来代替。OK，好，大家这样懂我意思？好，这是一个最直接的办办法，让你感觉到这个 p 呢，它的它的它的这个呃新的定义，它的这个物理的意义是什么？它的物理的意义就是我们用 delta 把用 delta 指的这个量来代替 delta t 定义这个这个 p。 好、哦，那不要忘记了，当你的这个 u 呢很小的时候，速度非常非常小的时候，其实这一个开根号呢几乎就等于一，因此 delta tau 跟 delta t 其实没有差别的哈、哦，其实没有差别的，这就,就再一次的肯定了我这样子的一个取代，如果在速度很小的例子上面呢，其实它就是旧有的这个动量哈、哦，它就是旧有的动量。OK，好，那能量呢也可以用同样的这个方法来思考啊、哦，它的一呢等于这个，那么它呢？ 事实上呢，就是 delta t 除以 delta tau、哦、因为呢，这个开跟下面的这个开根号啊、哦，其实呢就是 delta t 跟 delta tau 之间的这个这个比例哈、哦，所以呢，我就可以把直接在空直接写把一呢写成 delta t 除以 delta t，OK，、okay? 那这样的话，这一个 factor 跟这个 delta t 合在一起又变成了 delta tau，好，所以呢，整个来说，我们就是把这个原来的动量跟能动量呢推广成两个动量。 现在呢是把 delta x 得除 delta tau 乘上 m 叫做动量 delta t 除以 delta tau 我也可以还是可以把它叫做动量，当然它指的就是我们的能量哈，它指的，所以能量也可以视为一个动量，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message 啊。Uh, 那你说这样子做有什么好处？不要忘记了，好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这个动量呢，在罗伦兹转换前如果是守恒的话，在罗伦兹转换之后还是必须要是守恒。 这件事情，如果你了解了我刚刚的这个推导的这个数学的话，那你几乎就可以用一张投影片呢就可以讲完了。哈，因为呢很简单，我们现在的这个 e 跟 p 呢，事实上是 delta x 除以 delta tau，delta t 除以 delta tau。那这个 delta t 跟 delta x 呢，在新的坐标系跟旧的坐标系之间是有很简单的螺伦兹转换的关系，而 delta tau 跟 delta tau prime 事实上是一样的。 所以也就是说，你除下面所除的这个 factor delta tau，事实上是不会变的，唯一会变的只有上面。而上面鲁伦兹变换就是一个线性线性的线性变换，或者叫做呃、欸，就是就一个 linear transformation，或者用另外一句话讲，就是时空变换后就是变换前的线性组合。因此呢，你很容易的就可以证明你的这个动量。 跟能量事实上在变换前跟变换后也是同样的一个线性组合，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数学必须要得到的，这所必须用这么用这些呃有一点点抽象的数学，最后呢所想得到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哈、哦，所以呢你不需要记得中间的推导的过程，但最后的这个结论呢，导师可以把它记在脑子里头哈、哦。好，结论就是动量 E p 在洛伦兹变换前后的这个关系与时空。 的变换是一模一样的。OK，好，那我们这里要用的呢，就是它的这个线性关系。OK，既然新的坐标在新的坐标在这个呃移动的坐标系所看到的螺纹兹变换之后的动量是旧的动旧的坐标系的动量跟能量的线性组合，那么只要在旧的坐标系里面，P 是守恒的，动量守恒。 能量也是守恒的，那它呢，自然就是守恒的。我这里把它写成，如果 delta p total 是等于零，好，动量守恒，delta e total 也是等于零，那我自然的从这个线性关系，就连推导都不用推导，你知道，脑筋一转就立刻知道。那么你在新的 prime 的坐标系里头。 delta t prime 的 total 也会等于零，delta e prime 的 total 呢也会等于零，好，所以我们就会说它的这个诶、欸、动诶、欸、动量跟能量呢，在新的坐标系呢也是守恒的。OK，好，所以呢这就是整个的这个物理的推导的过程。好，好，OK，那。<coughs> 好，希望大家呃，所以呢，把刚刚讲的这个结论，其实是我们上礼拜呢，在两个礼拜前已经讲过的哈。所以呢，啊，这等于是再把大家大家呢，再再让大家再 refresh 一下哈，他知道这个整个的感觉好所以呢，动量跟能量，呃，新的定义，洛伦兹变换前跟洛伦兹变换后线性关系，OK，好，因此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啊。 呃，简简单的的的一个结果啊。好，这里可以再加一句话：时间跟空间的分别呢，只是表面的，因为它们会由洛伦兹变换呢来连接，所以动量跟能量的变分别也只是表面的，因为你在另外一个坐标系，新的坐标系看起来，你的能量呢，事实上是旧的坐标系里面的能量跟动量的。 线性组合，好好，那这个关系还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就是你如果把这个 P 除以一了以后，就会得到 U，好，这个等一下会在我们下一节在一个段落的讨论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先给大家看一下，好，有这个式子的存在，好，然后罗伦兹变换啊，罗伦兹变换呢？<coughs> 呃，这里还可以再加上一个稍微呃，again，这这还可以再加上一个稍微比较抽象一点点的这个数学概念，就是所谓的 four vector 啊、哦。我好像听同学讲、这个，那个呃呃，陈启明老师在电磁学里面也有讲过，对，用 four vector 来讨论这个电磁学里面的这个相相对论效应是最简单最简单不过的哈、哦。所以呃，不过我不过不我不假设所有的同学都都学过哈、哦，所以呢，我稍微再很快的说一下，但这个也不会考哈、哦，但是很有用的一个概念。 它的概念其实很简单，我们熟悉的 vector 呢是三个分量 x、y、z，但是现在呢，既然你的时间不能够分开，那为什么不把它放进去呢？就这么简单。Minkowski 呢就因此推，呃，引进了这个时间为整个向量里面的第四个分量。那呃呃，如如一般的 convention 啊、哦，都是把这个。 把这个时间呢放在第一个哈，那因为已经有 x one、x two、x 三了，所以呢，这第一个就必须要叫做 x 零哈，那啊这个 x 零就定义为 c t 好，所以现在你的这个就是、你的你的这个 four 四个 component 呢，就是 x 零、x 一、x 二、x 三，对应到我们熟悉的就是 c t 好，乘上一个 c 就是让它的单位呢会跟四个都是一个长度的单位，所以 c t x y z。 那一般又把它用这个 x mu 的这个符号来代表，哈，那 mu 自然就可以，mu 这个 mu 呢是一个足标，可以是零，可以是一，可以是二，可以是三，OK，好。 呃，这这个就我们，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之为 four vector。好，这个就称之为 four vector。那有些物理学家不喜欢 x 零，好，会把它叫做 x 四。好，尤其是在做重力的话，会叫会叫把它叫做 x 四。好，把这个 c t 呢放到反而放到后面去。好，不过哎、呃，大家就要看在哪一本教科书里面来做。因此，如果你把这个哎哎哎这个哎、呃、y 跟 z 的坐标忽略掉的话。 那么你的这整个的这个物理的世界就会是一个 x 跟 x 零，哈，x 零当然就是 c 乘上 t 的一个时空的图，哈，就是一个时空的图。比如说在这个图上面这些虚线就是等时，啊，这条红色的这条线呢就是时光的这条线，哈，光走的这条路径。好，重点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坐标的概念呢有什么好处？这样的图像有什么好处？ 如果有用这样的图像呢，你就会发现这个 x 零跟 x 一在罗伦兹变换前跟罗伦兹变换后，它实际上是一个线性变换啊，哈，或者是说后来的分量就是原来的分量的线性组合。那最一般的所谓的线线性变换呢，我们通常在介绍线性变换的时候，通常用。 指的是通常最典型的一个就是坐标轴的旋转，哈、哦，坐标轴的旋转，这里列给大家看。如果是在三度，三呃，这是两维空间，哈、哦，两维空间的这个空间的这个坐标轴的旋转呢，x prime、y prime 会跟旧的 x、y 彼此有一个很简单的线性组合的关系。 那你把它这个跟罗伦兹变换做一下比较，你就会发现呢，它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个线性变换，所以我说两者其实很像，哈、哦，两者其实很像，只是呢，哎、欸，它这罗伦兹变换毕竟不是真的旋转，哈、哦，如果是旋转的话，那它就那你的时间就干脆叫做空间算了，哈、哦，那比时间毕竟是时间。 啊，他跟别人还是不太一样哈，好，所以呢，在这样子一个情况情境之下，有些时候就会画一个像这样子的图哈。就过罗伦变换了以后，你的这个坐标呢实际上是夹进来的哈，像这个样子哈。不过这个是几何的看法，我们在这个课堂上不强调这件事情哈，我們也没有时间多讲哈。所以大家稍微有一点点感觉，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教科书哈。我更推荐的教科书对这个几何的这个讨论呢有多一点点的这个介绍哈。 好，但是我要强调的重点就是，诶、欸，在旋转变换里头，大家应该记得，坐标的数值呢会变，分量会变，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那就是它的向量长度。 这刚好对应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罗伦兹变换底下，时间跟空间的数值是会变的，在罗伦兹变换底下，但是有一个组合是不变的，就是刚刚讲的这个 c 平方 t 平方减掉 x 平方，OK 啊、哦，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很多时候就把这一个组合叫做 four vector 的长度，哦，four four vector 的长度，记得了，这个 c 平方 t 平方其实就是 x 零的平方减掉 x 一的平方，好、哦，所以你看这样写就非常非常非常像。 哎，向量的这个长度，只是一个是加，一个是减，哈、哦，这个就如此，哈、哦。好，如果推广到三度空间，这一个套，哈，这个向量的长度就会被写成 c 平方 t 平方减掉 x 平方减掉 y 平方减掉 z 平方，哈、哦。所以呢，这个就被称之为 four vector 的这个向量长度。那请记得，就如同旋转变换底下，向旋转变换底下，你的向量长度是不变的。这一个。 Four vector 的长度在罗伦兹变换底下也是不变的，哈，也是不变的，哈。好，OK，所以呢，嗯，我们之前所讨论的这个，诶、欸，这个，诶、欸、，Four vector 呢，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新的定义的这个动量，现在呢就可以也是一样，进一步的把它写成是一个 Four vector，哦，因为呢很简单嘛，因为刚刚已经把它的这个，诶、欸，新的动量的定义呢，把它写成，诶、欸，是这个时间，诶、欸。 时间差除以 delta tau，位移除以 delta tau，OK、okay?。那我当因为 delta tau 呢，基本上是一个不变量，而刚刚讲的这个时空是一个 four vector，所以呢，一个 four vector 除以不变量，自然呢还是一个 four vector，因此。 我们刚刚所定义的这个 p，呃，一除以 c 跟 p，现在就可以大胆的把它叫做 p 零、p 一、p 二、p 三。OK，好、哦，它事实上就是整个的就是一个哎 four vector 的其中一部分。再说一次，三维动量是 four vector 动量的空间分量。 能量呢，则是 pμ 的时间分量。好好，这一段呢，稍微我们比较数学一点哈，给大家一点点开开端哈。不过、欸，如果对数学比较没有那么大兴趣或者觉得有点敏感的话，其实这一第一段呢，导师可以稍微听一下，然后不不跳过去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下一段我就开始要用刚刚得得到的这个结果呢，好，我们用它来看看它怎么样子来用，尤其是在用在这个哎粒、欸、基本粒子的反应衰变。 那事实上呢，是有非常非常非常有用，而且非常非常具体的一些结果哈、哦，所以下一节下一个段落哈、哦、就更加重要了哈、哦，所以但是如果你对数学有兴趣，想知道它的缘由哈、哦，这第一段你还是可以稍微把它听一下，好、哦、好，我们稍待，等一下再回来。